决定治好他，是。我一直以为他死了，我就能解脱。见到吴长彦，我才明白，我想的太简单。你知道，他是你的亲生父亲。 所以你要治他，对吗？我的亲生母亲就死在我怀里，换他活。我现在没办法再让他死了，我的痛苦，你又明不明白？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只知道你现在要救我杀父仇人的命。是，治好他，然后呢？我一辈子守情了，一辈子的狂杀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能让我来做这点火的事儿，你是头一个。人活一世，最后也只不过是这么一股烟。青烟都是相同的，不同的只是青烟之前的人生。我的选择就是我的，不会改变。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让我成不了这青烟吧。入了少林药局，就是我的病，我有义务为你解除病痛。要是出了这药局呢？出了药局，我不会再管你，我也不会再想杀你。因为父子之情，吴想和明师中没有父子之情。你现在的眼神才是一个强者的眼神，只知死地而后生。你爹就是这样的人。方丈，达木洞了，那有没有见到关海大师？没有。以前无论我如何恳求，关海大师就是不肯说一个字，所以我就硬闯。这才对嘛。什么？这才有点少林方丈的样子吗？贫僧对你以后可得刮目相看了。你就不想知道关海大师说了什么？他对你说了什么不重要，你敢进去很重要。算怎么治啊？
你当真要这样做？ 这不走啊？那对呀，这里面刀地放了，是不是妖材了吧？哎，这就死给明德的妖。 去用金银花煎水，洗三遍。同卷，我这次见要用的所有用具都有剧毒，拿去后山卖掉。 治病就用这么点药，药不在量，把药方拿给我看看。 这方子上的药材，样样都是致人死命的剧毒。你不会是想我死吧？当然还记得之前诊脉的脉象吗？你说是死脉？之所以叫做死脉，正是因为脉象变幻莫测，难以琢磨，稍有闪失，
必死无疑。你的意思是以毒攻毒？正是。要想治病，就要先治住脉象，使其可控。如此说，我服下这剧毒的药，病情就会有所好转。服下此药，会感觉胃里被扔下了一块烧红的火炭，任你是金刚罗汉转生，一个时辰之后也会疼得只有出气，稍有进气，奄奄一息。然后呢？然后不管从前是什么样的脉象，都会改变，会变得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垂死之人一样。然后我会出手。以点穴之法吊住阁下的最后一口气，再依照洗髓经的药意慢慢调养，起死回生。万一失手会怎样？会死。好了，置之死地，待后生，方为强者。说的，我试试。喝下此药，如若发生任何意外，少林会亡。十一娘怎么比我还紧张啊？开始吧。这药没错吧？
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这就是宁波的水域划分，错综复杂，将军应该很熟悉。我们占据了最有价值的出海口，所以才经常遭到明军的围剿。听说最近会新来一个将领，我们也在猜测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动作。全主，都哭了啥嘛？有什么情况？说吧，都是自己人。是，我们已经探听到，明军今日会有新将领入营，名叫徐志。徐志？怎么，将军认识？我做过他的教导，以我对此人的了解，今晚他就会攻营。
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卫士吧。阿弥陀佛，方丈来了。这十几年来，你是我们少林寺第一个上床睡觉、最后一个起床的人。怎么今天倒有心情在这里赏月，还把老僧也约来了？是何用意啊？这么多年来，方丈嘴上不说，心里是不是一直在埋怨贫僧不守四规啊？岂敢！你和观海大师是至交好友，论起来还比我高两个辈分，我怎么会对尊长不敬啊？方丈自闯入达摩洞之后，心情好像明显好了很多。惭愧。喜形于色，说明修为还不到啊。哎，什么修为？高兴就是高兴，不高兴就是不高兴。喜怒不形于色，那是石头人。受教，受教。王丈啊，银河是怎么开心啊？那还用说吗？吾想给明德治病，三天后就将见分晓。一场风波总算是有看到头了。那依方丈所见，明德病愈的机会能有几成？十成。方丈这么有信心呢？吴相自走出无常院之后，又答应给明德看病，明显已经突破魔障。高将军，这天都快亮了，你那位朋友还能来？他一定会来的。此人喜读三国，就喜欢接应这一招，而且只会夜袭。我早就跟他说过，他会死在他的不便通上。
来了。收紧丹田，放松丹田，洗髓经手里药剂果真厉害，趁热把药喝了吧。是最后一次了，再往后把桌上这些药按时煎服，病就能够痊愈了。告辞。阿九，说，你想要什么？走吧，离开少林，永远别再回来。
回来了，听说你只熬了命得了病。啊，方丈让我告诉你，他在大殿等你。什么事？去了牛转了。弟子吴想参见方丈大师。吴想，你治好了明德的病，辛苦了。此事本就是我惹起来的，哪里敢言辛苦？是我害了少林。不，是你救了少林，不然的话，少林恐怕已经和明德鱼死网破了。吴翔啊，老僧在此谢过了。弟子何德何能，领受方丈一谢？我这个方丈是空有其名，面对明德，不是一味退却，就是打算拼个你死我活，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解决问题，消除祸患。拯救少林寺的不是方丈，是药局里的一个小小的僧医吴翔。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情要托付于你。我有言在先，这件事也是你的师父拜火僧的意思，你可要知道。师父有命，吾想无所不应。好，吾想听到。少林僧医吾想入寺时日虽短，但佛缘深厚，不但得达摩院功力30年，更掌握许随经之真传，在少林危难之际力挽狂澜，鉴于吴想在禅武艺各方面修为的精进，本方丈特任命你为少林药局首座。吴想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吴想不敢。为何不敢？拜火师父德高望重，师父在，徒弟怎能僭越？再者说，就算师父有命，师兄们也未必认可。阿弥陀佛。通山，弟子通山，参见方丈，参见首座。弟子家人现在已经平安，弟子也能回归正途。首座之恩，犹如再生，弟子谢过。参见。吴翔，你现在还要推辞吗？